正经经，心力若正，毅力就无穷。八正道运动，家长与孩子共同来挑战。慈济雪龙分会各社区共举办四场慈少班圆圆，透过系列活动，让学员体会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。在这里最大的学习就是聆听人家给的意见，会去听，不会硬要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。善的环境孕育善的种子，家长在这一年来的亲子互动中也有深深体悟。就是他在大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和他一样大声，我就要小声，要慢慢的引导他。所以也要扮演爸爸的角色，也要扮演妈妈的角色，所以我的脾气也是非常暴躁。进来之后改变了我自己，从懒惰虫变成比较勤劳孩子，改次应该要对妈妈要孝顺妈妈。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孩子最好的模范，亲子一同演绎父母恩重难报经，启发感恩心，成长路上与孩子并肩学习，一同蜕变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